哇，你好快啊！你怎么这么快就进来了？Hello，晚上好。靠一下。Hello，晚上好，米娜桑。恭喜大家，恭喜大家，大家一起恭喜，恭喜自己。你好，你好。晚上好，晚上好。对，要恭喜大家，我们终于赢了一次。嗯，感动。大家一起开心，这是我们的成绩，谢谢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说什么呢？说一下今天上公演的感受吧。就是什么感受呢？就有点不习惯，怎么说呢？就是哪儿不习惯了？有点不习惯找镜头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找镜头，有点不习惯。可能你们会看到我到处找看不到东西，可就是因为我不大会找镜头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是吧？然后再加上很紧张、很怕、很慌乱，然后就很慌张，更没有时间去找镜头了。晚上好，MC 也是 ，MC 也有点不习惯。你们看我在旁边站着，然后就一直在抠那个麦，然后那个麦它掉钻，就很慌。几百年没上公演了。昨天有朋友来就是拆盘嘛，说半年没见了，确实咱们都有半年没见了。就怎么说呢，疫情那一段时间过去嘛，我虽然说是回广州，但是回广州只有就是线上公演，都没有线下，就是线下跟大家见面都比较少，就偶尔就是说上海那边的一些粉丝可能见过我，就是无锡路边的粉丝可能见过，但是广州这边的粉丝着实没见过，真的着实没见过，就好久没有见到。哎，今天粉丝很不一样哎，跟豪哥的时候，我们在上面唱歌很嗨的时候，很嗨的时候，然后下面的粉丝，然后一到今天公演，四班的歌还蛮好嗑的，到今天公演，就完全是两种不同的状态。就还是挺不可思议的。我怀疑不是同一批粉丝。四班的公演一直很嗨吗？我不知道哎。豪哥在投票，没事没事，猜到你们都在投票的了，谢谢大家昨天豪哥给我投的票。但据说好像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听说好像还要再开投票通道，不知道什么情况。唉，害怕。还有什么事来着？最近我又听说了蛮多事情的，就反正就是可能听说不会是全员都会去上海演唱会表演什么的。哦，对，7月18号还有限时3分钟的投票。前148，哦，你们都知道了，怎么我都是才知道？怎么会这样？你们都知道，就我才知道。对，就是说，前148名才能去。哎，怎么啦？限时半个小时，然后前几名听说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不是听说，这个是实打实的。反正就是因为，豪哥前几名就是有不一样的表演的机会。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个表演机会才参加豪哥的，怎么会这样呢？真的，我都今天晚上问 staff 的 staff 说，你知道吗？你回来最多的表情就是这个。我说啊，是吗？这真的确实好多都不知道，问了你们我才知道。啊，你们怎么也知道和乐队合作？怎么你们什么都知道？我怎么
我以为你们不知道。天呐，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因为不是去上海飞飞啥，就是去，因为去上海，谢谢叶蝶，就是上海没有，就是我们这边的 staff 跟我们说这些相关的事情，都是告诉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就。难过，相亲吗？刚刚那位朋友相亲吗？大家都，哎，我发现不是我业务熟练了，是大家的业务，你们的业务比我还熟练了。现在，瞄着这个乐队合作，对吧？人人都瞄着，对啊，我也瞄着，我就是为了这个乐队合作，我才参加这个豪哥。就是也不是为了这个参加好的事，反正这就是我最大的一个目标。反正他是我参加豪哥的非常大一部分可能，因为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参加这个节目。然后我去，因为当时那个活动出来，我都还不确定。然后老师跟我说可能有乐队合作，我就去问 staff 说我们几个。我说我们几个能有没有机会参加，可不可以参加？然后他们才说，我们可以视，一开始说是可以视频参加，后来有机会回来了，然后就现场参加的。哼，全都是我去问的。好哥的结果什么时候出呢？哎，不知道哎，应该是最后一场的时候吧。对，总选的时候别相亲了，相着相着就现充了呢。啥都是我主动去问，主动去说，怎么会这样？生气，难过。别相亲了，总选期间禁止相亲，我生怕你们相着相着现充了，我会又走两分丝。唉，明天回上，对，明天回上海，LED 把麦开大声，好的，会转告的。对，我的脸就是圆了，分手了就回来了，那不一定。我觉得他们分手了不一定回来，那可能会出坑或者说转推了。毕竟现在大家转推的速度还挺快的。是吗？我当然能看到了，虽然说我就是眼睛就是迷迷糊糊、模模糊糊，但是还好。留言板看到好多炙热新粉，那我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炙热的新粉，你们好，我是 GNZ48 Team N3，目前是 Class 4的刘丽菲。这是我的限定红发哦，其实回来是要，本来是想约时间去染头发的，但是因为我的公演时间还有握手时，就是拆盘时间撞了，不然昨天6点我就可以去染头发了，可惜撞时间了，所以我要么自己存钱，要么就是下一次回来染头发，嗯。不是染什么头发，就是染正常头发啦，棕色啊，就是棕色啊，染正常的一点的头发。红发半永久，你们会看腻的，相信我，你们一定会看腻的，你们绝对会看腻的，我话就给你们撂在这儿了，你们绝对会看腻的，就你们，就你们，哼，就你们。我刚说到哪儿了？我刚说到哪儿了？对啊，就你们，就你们，就你们，我绝对，你们，就你们嘛！谢谢投票，谢谢投票。
我说你们一定会腻的，你们一定会腻的，好吧，绝对会腻的。求半永久，不会，我也不会半永久的。你们看我黑发都已经长出来了，长得可快了，黑发已经长出来了哟。我头发长太快了，我等总选结束就又要剪回，就想剪回这个长度了。现在头发太长了，难受。染彩虹的发色啊！天哪！这怎么说呢？难受，你们知道我现在难受点吗？就是我刚点外卖，就是外卖到了，然后我每次点外卖，就是我这边外卖员不知道为什么一老就很喜欢重复，这无止境的噩梦，也不是重复噩梦，就是我跟他说你放在那个柜子上就好了，他说这不是柜子啊，它是个三四台阶的台子呀，我说那就是柜子。他说好，那我是放在这个柜子上吗？我说对，放在上面就好了。他说好，我已经放在这个柜子上了。就大家说话不能简短一点吗？大家说话一定要这么重复吗？大家就不能说话简短，节约你的时间，节约我的时间，就是安心你我他，大家都互相节约一下时间，不很好吗？然后因为广州人嘛，他们可能有的说普通话比较慢，然后就很慢，我又是个特别急的急性子，然后我就每次叫什么啊，我把那个东西放在那个什么什么上面了，你到时候拿下。我说好的，谢谢，然后就区别还是挺大的。对吧？因为他们本来其实平时都是讲粤语的，然后要转换成普通话的话，就会想的比较慢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练练普通话，练练语速。下次握手会的时候，咱们噼里啪啦，就是人家10秒钟，以前10秒钟可能你说个一句话，你好，飞小飞你好，我的 ID 是那个什么，你知道吗？就说话很慢。但如果你语速练习的话，咱们一句话，你可以跟我说什么，小飞我的 ID 是，我今天是，我来看你，好开心啊，好开心啊，下次你要记住我 ID 哦，下次咱们下次再见哦，我等会儿公屏会在这里，10秒钟你可以说这么多话。信不信？我会听得清的啦。我好喜欢你，小飞，我好喜欢你的，我下次一定会来再看。小飞，就是咱们机长的小飞，我好喜欢你的，下次我一定会再来看你的，再见。多赚啊！当然，如果你们想来跟我讲粤语的话，也可以，我可以正好练一下听力。就大家确实，广州这边的话，就会就是大家可能切换比较困难。你们平时会有这样的吗？广州的朋友就是平时你们会这样的吗？就是讲话会比较慢一点。会吧，对吧？因为我记得粤语有的就是粤语，它的语言顺序就是词语的顺序，就是比如说，好像是不是粤语喜欢倒装啊？粤语是倒装还是什么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粤语的语序呀，还有就是用词啊，都是其实很多都是跟普通话不一样的。对，粤语的发音方式也不一样，古语都是这样倒装，所以呀，所以韩语、日语也是很多倒装，就影响吧。东北也有点倒装，东北是怎么倒装？可以 for example 吗？
今天开始苦练 rap， 只为握手会想给刘雷飞表演一段 rap。好的，我欢迎你来给我表演 rap， 好吧？咱们来 battle battle 好吗 ？battle。谢谢谢谢你的夸奖哦。瞅啥你？哦，这个意思啊，我懂了我懂了。瞅啥你？你瞅啥？要干嘛你？刚才说啥了你？哦，我懂了，打着话打着话就还那样，就是那样啊，就很正常啊，就是跟普通话差不多，只是音调变了而已。其实我觉得四川话就没什么难度，大家应该大多数都能听懂四川话，因为其实它就是变了个语调而已。要爪子吗？可能有一些，就比如你说个串串，你吃不吃毛毛哦？就是可能就会有叠词，大家对四川话印象最深的可能就是叠词了。你活该。比如说，就是大家说大便，然后四川话是拉粑粑。哦，大便都能说的这么可爱，大家都会觉得很可爱。但是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平时说话的方式就是这样子的，并没有觉得很可爱。哦，不对，对，是窝粑粑，不是拉粑粑。还有什么叠词啊？你在吃夜宵，哼。我还没吃呢。盖杆，对啊，盖子就是盖杆嘛。还有，我说一段话，你们猜一下是什么意思啊？你粗到哪儿干哈子，瓜兮兮嘞？你们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粗到哪儿干啥子，瓜兮兮嘞？有人知道了。哎，对耶，哎，你们都知道意思啊，哦，好棒，对，就是你站在那干什么，呱呱兮兮的。哎，你也是大陆人啊，你好你好。对，傻乎乎的，差不多就那个意思。还有什么句式给你们猜猜？你跟到那个走嘛，不得走歪。哎，不对，不应该是这么说。哎，我忘了怎么说了。你跟到那个走嘛，不得走脱。你跟到那个走嘛，不得走脱，那什么意思吗？哎，有人猜出来了，就是你跟着这个人走嘛，不会走丢的，那个意思。还有一个用词。哎呀，我把我们家娃儿走色了，什么意思？对，走色了也是走丢的意思，走脱了、走色了都是那个走丢了的意思。记得以前有个什么 rap 什么，你真是木嘞，脑壳是啥？这什么什么的？哦，是那个老师今天不上班，明天不上班那个，真是木嘞，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什么？有没有四川人来给他们出个题呀？
给他们出个题。谢谢投票。巴适，巴适啊，巴适就是舒服安逸这方面的意思，就是，哎，哎呦，那个娘娘把那个事情处理的巴适的，我绝对帮你把那个事情给你处理巴适的吧，巴适的很，就给你做的很好啊，就是反正多层意思吧，就是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意思。哎，这个东西好巴适哦。哎，好巴适啊，这个地方，绝对把这个事情给你处理得很巴适。就大概是这样子的意思，就会给你做得很好，反正就是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意思。你啷个弄个那个耶？你啷个弄个那个？想哪门嘛？你想哪门嘛？你想啷个嘛？你想爪子嘛？爪子嘛？说嘛？无头。对啊，无头就是家里的意思。你再啷个说，给你两下子，知道什么意思吧？不是只打你两巴掌，给你两下，其实就是想让我揍你了，就是那种意思。他不是说一定说要打你两下，他可以打很多下。你小心我揍你，你再这样小心我揍你，就这个意思。最少两下上限不封顶。其实给你两下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他就是。首先是先轻轻的，是吧？意思一下。你要是再那个，再把我惹毛了的话，我就重拳出击。哎，你们都什么属性啊？我的天，太可怕了！太吓人了！同款膏药，这个吗？这个吗？这个很好用的，给大家推荐，好用，好用。它的名字叫好用，真的很好用。我之前在去年在日本买的，还没有用完。我带了两盒回来，真的很好用。已经用完一盒了，还剩这一盒。对，好用还不贵，还很多，而且都是小的。我没有鼻炎，我下去拿个外卖，你们等我一下下哦，等我一下哦，你们看着他吧。
Hello， 米娜桑，我回来了。哎，那你们什么都知道，你们应该也知道乐队会来广州了。嘿嘿。南蛮入侵，三国杀。哦，我已经很久没玩过了，但其实我以前也玩，但一直没搞懂怎么玩。都知道啦。哦，那这个我也知道。终于有消息互通了一次。还有什么你们知道我不知道的？那就真的不知道了。你知道比我早，我知道的比你早。我觉得我肯定知道，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你说你什么时候知道的？一来广州我会在吗？我后面会在呀。你前天知道的，哼，我知道的比你早，好吧。我有说就是联合公园，但是可能他们需要请教一下，就因为是跨团，他们可能要请教一下上海的大佬。哦，你们说巡演，就是不是清和创都有巡演吗？然后老是有人问，你们这有巡演吗？我只想说，可能我们不配吧。我当然可以比你们早知道啊，早就通气儿了，好吧？我当然知道的呀。当时 B 队去上海 ，B 队说要去上海，我就问，然后知道 E 队要来广州，甚至在这之前我都问，我都说。你们要不要来广州啊？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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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吧有啊，就我前几天不是说很吵吗？我前几天睡觉，大清早的就蹦蹦蹦蹦，哔哩蹦隆，就是其实在给他们安床。我这边我这个房间就是房号是520，我以前是那个房间的，后来我不是换到518了嘛？然后我前两天我看520那个插座，它有四个插头，我就在想。我就特别自恋的在想，是不是因为知道就是以前嘛，我是那个房间的，我就说是不是知道我要去住520，所以他们给我安的那么多个插头，因为按理说我们这个插头是只有两个的。真的，因为隔壁他之前也是做单人间，但是他有四个插头呢。哎，人家没有安排我们炙热组巡演嘛，那就是我们不配啦，我们不配。没有啦，开玩笑的，可能就没有吧。吃的冰粉，看了一下这个热量只有十位数呢，所以我才敢吃它。我看一下这个的热量能量，是百位数，156千焦，每2%。对了，三位数，不是十位数啊，我说错了，两位数好吧，然后这是三位数，对不起。我就想吃点冰粉。因为他加的是椰奶应该还好吧。我粉丝爬上谁谁谁了，那你们要去问他们呀，可能现在已经不是我的粉丝了，你们去问他们呀，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不逢人啊，懒得找他。是吗？我可是也有新粉的好吧 ？Hello， 新粉们。我可是有炙热新粉的耶，不光是炙热新粉，还有不是炙热的新粉呢。哎，那问一下新粉们，你们是从哪家爬墙过来的呀？你想你问我这样，就是刚刚那位朋友他问我这样的问题，我当然会难过生气啊。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很冒昧的你去问你的新粉这个问题，他也会觉得我也被冒犯到，就很不开心啊，是吧？所以不要随便，就不要讨论这样的问题了，好吧？韩圈来的 ，Oh my god。从创喜欢上我的啊，创喜欢上我的啊，你是因为看创然后知道了我们和然后看到了我喜欢上我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从近看到我的，你从近看到我能理解，因为近的总决赛呢，我还是出现我还是出镜了那么一丢丢嘛，因为给成员录那个加油视频，我好歹是出镜过的，但是创我是没有出过镜的。是草莓看到我的，从李泽言来的，哇，还有李泽言的粉丝，羡慕。哦，创我也有炙热预告，真的吗？创我也有吗？从沙尔雕 bot 来的，哈鲁哈鲁，真的啊，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从煤炭来的啊，我看。双生花、少女侦探社，哇！那么火箭、吃草莓、萝卜蹲，从3.6云握手，对我蜜吃好感，谢谢。创我也出哦，我知道了，就是创有那个创，总决赛有那个炙热的我们的预告，所以看到了我，对吧？哦，那我也算是两个节目都参加过的人了，我算是参加过三个节目了，那也不亏，谢谢大家。能从那么一瞄瞄的镜头里看到我，谢谢大家。哦，我介绍这个房间是我喜欢的，要不要今天带你们逛一下我的房间？老乡来的啊，你好，老乡。打开电视机全是我，真的，打开电，你们看哪个节目，你们都能看到我，就真的是打。我觉得我们这组很赚的，因为就是我们可以参加三个节目，就是真的是你们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我们，都有我们，对吧？啊，你们真的要看我房间吗？真的要看吗？看的话，我带你们看看。地铁口生日应援吗？哇，谢谢你。好的，那我带你们去看。等我一下，等我站起来，然后我还是要从门口，我是横屏给你们看还是竖屏给你们看的？你们要横屏还是竖屏啊？我先看看有没有不能看的东西，好像没有，比较正常。竖屏吗？好的，我先开个灯，我先。采光不是很好。应该都能看。这个是李泽言生日的卡包，在游戏里兑换的，附图换了两个，给了我一个，因为我没来得及换，然后进门。进门呢，这边就是洗手台，但是它很小。我之前本来是想在这里安一个架子，但是由于这个墙真的是质量太差了，粘不住，于是我的东西就只能挤在这里面，就是我的洗面奶呀、高压刷、卸妆的、化妆棉，这是浇水的杯子，然后这是擦东西的抹布。
Hello。然后我房间可能多了些东西，这是之前定做的床的梯子，但由于我定做短了，做短了，这玩意儿我做短了，然后就用不上了，我就放在这儿。我在想，回头能不能捐给谁，就捐给公司，看看能不能回收利用一下。这个抽奖送吗？不了吧，这是我的手机支架。我的两个雨伞，一个迪士尼的，一个环球影城的，抽了，不了吧？你们谁用得上这玩意儿啊？还抽奖？然后就是我的鞋柜，这个鞋柜蛮好用的，但那上面是个啥玩意儿？啥玩意儿？是我装的废旧的衣服还是什么？哦，对，是我的厚衣服，没地儿放，就放那上面了。然后鞋盒。这机你看过，然后我的柜子，你看我新买的蚊香盘盘，因为我原本的蚊香盘应该被哪个成员，就是之前有蚊子应该带走了，但我忘记给哪个成员了，我就买了个新的。你看，这也是更新了的东西，好吧，跟上一集不一样，好吧。然后这边就是我的追星区，对吧？介绍鞋子，鞋子有什么好介绍的？鞋子不就是这些东西吗？嗯，就这，然后这是追星区，这边是加藤林奈主要是加藤林奈，还有我自己，我也追自己的啊。然后这边是 Moomoo 的，是各种签名啊、周边啊，就是东西比较少嘛。还有我的演唱会门票，我日本的那张门票找不到了。然后上面就是放的一些，就是这生日的时候大家给我写的册子，生日的时候每年生日都会写的，这个也是。然后因为我有很多猫头鹰的挂件嘛，就全是猫头鹰的挂件，然后我看这个地方正好可以挂一下，就挂那儿了。然后那有个乐高，然后那是小病人，这是手办。然后这部分就介绍完了。然后它的对面呢，就是我的杂物区，也不是很杂吧。就整了个，然后就挂包嘛，挂各种包嘛，就挂包嘛。我的 Tony，然后放洗衣液啊，这个台子放洗衣液，放东西也挺好。然后这下面就是放一些生活用品，这边都是生活用品，就不大方便给大家看的生活用品。嗯，就。我设置两面嘛，那面就是朝着那边开的，这边就朝这边开，很方便。这边就是生活用品的话，主要是朝这边开就很方便。然后就是杂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这是这个架子挂口罩的。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这边我也是大家知道以前这里是放衣服的，我就为了看起来没那么乱。我就盖了起来，我就把它挡住了。各种衣服，上面也是放了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是我的衣柜，这是我的衣柜，衣柜就长这样。本来这个是粉红色的，这玩意儿本来是粉红色的，然后被我贴了。被我贴成了黑色，因为不是很喜欢粉色，而且我房间主要的色调就是黑色，所以除了这个窗帘，这个窗帘是公司配套的，我也不想换，懒得换，然后就贴。然后这个是我回来时候贴上的，这是 BNK 的车胖，就是他第一年，就是他们第一年总选他拍的，就是那个宣传的海报那个照片。然后这边是堆杂物的地方，就堆杂物的地方。总的来说，也不算是堆杂物吧，就是暂时，就是这些很多都是从上海寄回来的箱子，还没来得及收拾罢了，是这样子的。哪有剪子？我怎么没看到剪子？反正也不是杂物，就是还没来得及收拾，从上海寄回来的箱子。然后给你画一下，这里被我放的箱子，这里有个台子，啊，这里是我的植物们，我的三盆，
两盆绿萝和一盆那个松叫什么来，然后这边是放一些长的一些长的外套，一些长的外套的衣架，这个衣架真的挺好用的，大家要是需求的话可以买一下。然后这边是又是一个柜子。哦，你们这哦，上一集在那找到剪刀，哇，你们这都记得，哇哦。不是啊，就是这边很多是小裙子，踢了一脚，对不起，就是我的小裙子啊什么的。嗯，这里面也有我的小裙子，衣柜里面这边。这个柜子也是小裙子，就挺多的吧，满满当当。然后这就是这个就不详细介绍了吧，就这吧，好吧，就这好吧，就这些东西就不详细介绍了。这次就粗略的介绍一下，然后是我的床，就是这个楼梯它会长衣服。真的很会长衣服，非常会长衣服，还长包包。这个下面也放了一些，就是那种红枣片，嗯，什么我的化妆包，然后上去就是我的床，然后就是我的 iPad 的空调遥控器，那是个键盘垫，然后你们看那儿，我的星黛露，我的超级大露露，嗨露露，我的露露。还有我的 Tony， 然后那还有一个，那是李泽言，那是粉丝手做的，就是手做手工缝制的李泽言，呱呱。然后就到了非常混乱的电脑桌了，由于它太混乱了，就给大家这样子看看就好了，因为太乱了啊，非常乱。好了，好，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我们的介绍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因为房间实在是，因为刚回来东西太多了，我已经尽量的在收拾，但还是很乱，就将就这样子了。有厕所啊，厕所在洗手台的右边，但我也不会让大家我也不能给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厕所吧。对，床是定做的。由于我把房间的尺寸弄错了，所以这个床也大了很多，挺难过的。而且由于我换房间了，我的梯子位置它就错了，本来梯子应该是靠墙的，但因为换房间了，所以朝向也换了，所以就床那个梯子在房间正中间了，很好笑。搞个拍卖会拍卖什么嘛，我要是搬走了，我就拍卖我房间的地板，我就转抽送地板，因为我可能也懒得再拼了。不是听说北京那边以前换地板不是有把以前的地板拍卖了吗？那我就不拍卖吧，我就转发抽奖吧。转发抽奖我的地板。记得签名不行，签名的话您那就要收钱了。就是我们既然这样就一招换房间的话，就建议我们公司总选后搞一波偶像家具大拍卖。比如说我拍了多少钱，我就把它捐给贫困山区，就捐给希望工程啊什么的，问一下公司能不能做，能的话我就可以签名了，哈
是吧？到时候结果的时候，大家肯定很多要，说不定就要搬寝室的。然后一搬寝室的话，就要，很多东西都带不走嘛，也不想带嘛。然后大家就公司就凑集合一下，然后大就是搞一个拍卖，搞一个义卖会，慈善拍卖什么的。这不也帮肖偶像解决了问题，还做了好事儿，多正能量，真道德光。照在了大地上，嘿嘿，对吧？对，维卡，你是大慈善家，你真心创作的爱无价，维卡，那种没能让维纳斯，对不起，九零老师，被我乱改词，对不起。老铁们，菲菲做的对吗？对，真道德光照在了大地上，嘿嘿。其实我特别难过的就是我这个房间总共住的时间应该没有超过一个月吧，感觉就也有可能没有超过两个月吧，还挺难过的。然后就一直在上海那边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待着，心碎。对呀，哦，这个我因为我就是之前不是给大家介绍这个蒸发的那个吗？我其实怎么说呢，我很就是没怎么太坚持用，因为老是会忘，晚上睡觉的时候，但是就也不知道长没长头发，但是现在目前好像是没有效果。看看少女偶像的发际线，太可怕了，赶紧挡住少女偶像的发际线。就尤其是这段时间参加，我本来已经很久没有涂过发际线粉了，但因为这段时间参加节目不得不涂发际线粉，我感觉我头发又变少了，挺难过的。我可能要一段时间不会抹发涂发际线粉了，就尽量就是把发际线给挡住，除非是重要的事情，比如说参加节目，比如说昨天演唱会啊各种。我没有被罚款，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参加节目嘛，还是自己花，还是花的自己的钱。他应该也不好，他应该能理解我们参加节目就是为了这个节目好的才染的头发，他们应该能够理解，所以说他们应该不会罚我们钱。对啊，自己的钱染的呀，对吧？他们应该理解我们在大舞台上就是做的这些准备，做就是做的这些东西。我们也是为了舞台效果，你看我们这期舞台效果，大家的头发颜色花里胡哨的，就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我们第一期你要跳舞吧的时候，你要跳舞吗？我们表演前老师是让我们要把头发就是染成黑色，或者就是接近黑色、棕色啊，是黄棕色、黄棕，就是这一类的。然后大家都是非常乖巧、规规矩矩的染的头发，我自己也是去染黑的，然后一染黑就差不多待了六期，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后面大家就渐渐的放开了自我，渐渐开始突破自我，就一到第七期，大家也看到了，大家头发都花里胡哨的，简直就像是一群巴啦啦小魔仙一样，什么颜色都有，黑的、黄的、白的、绿的、紫的、蓝的，你的、我的、他的、小的、他的、他的、他的，是这样子的，你们有发现吧？就光我们第一趴前四个人，就花园舞曲前四个人，你看武哲。他是因为是男一嘛，他是黑发，他那个假发是黑发，然后看肖英姐黄发嘛，然后大哥蓝色头发，然后我红色头发，我们简直，我们当时都说我们是飞天小女警嘛，还就是反正就是那个意思，挺好笑的。然后你们再然后再看后面姚二是黑发嘛，然后丹妮是那种
那种头发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怎么描述那个描述还是描述吧，就描述那个发色，就是黄，有点黄，反正就是偏黄的话，黄色嘛。然后天草水水两个他们俩是大红大紫，然后袁一奇也是差不多黑发嘛，就差不多嘛。然后是阿星是蓝色头发，然后但是有点掉色了。还有谁？搜索他，因为他头发本来就在养，应该养头发，他应该不太能染头发，就是他也还是深色的。然后青文也是深色的头发，我记得，不对，他之前也染过，他之前染了个啥？染了个绿色，对，他之前染了个绿色，估计现在看不大出来了。不，他杀破狼的时候头发都还是绿的。然后说完了，说水水说过来，水水跟草草两个大红大紫嘛，然后大家头发就是这样花里胡哨的。我想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挺开心的。我们花园舞曲衣服也是新做的，那把菜刀吗？就真就是临，不是你们看上面还有菜叶子吗？就真的是临时去厨房拿了把刀，拍完又给人家还回去了。圆回来啊，就衣服真的很好看，感谢。因为很着急要拍完嘛，还有什么事儿来着，然后就急着拍，赶紧拍完去接了一把菜的哦，然后弄完之后刀好用吗？好见啊，那阿姨可好说话了，我跟阿姨说阿姨借我一下菜刀，我拍个东西马上还回来，然后就拿去过去，然后唰唰唰拍完了，好还回去。上八食堂的菜刀，而且人家都是在广州拍的，我们几个在不是在上海拍的吗？还挺酷的。对啊，是绿色的菜叶呢，菲菲的应援色。广巴收电费吗？收啊，广巴收电费的呀。还有铁锈吗？那我倒没注意。我们要充电卡的，我昨天刚去充了200块，因为就是我们住顶楼嘛，我之前也跟大家说顶楼很热，我们这顶楼也是非常的热，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热，所以我基本上空调一天都是差不多开着的。人不在的时候是不会开的，就是我人在房间的话，我就是会开，一直都开着，因为太热了。对呀，而且我估计我们这是商业用的。天台铺隔热啊，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吧。回头跟他们提一提吧。对啊，上完电费可高了，比住宅电费可高了很多。谢谢大家保护我，谢谢，爱你们哟。用我的头发给你们比个心，红心。对啊，你们要是出去租房的话，就是现在不是应届毕业生应该挺多的吧，有这里面有没有应届毕业生，你们要是租房的话千万别去租公寓，就租住宅，去租小区的，真的。而且小区的话，有的有物业，真的会很安全。公寓的话，来来往往，就是有的小店就是在公寓里面住那个工作的。但是你们如果住公寓的话，来来往往，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就肯定是没有小区那么安全的。小女孩子的话，其实我真的建议
男孩子也是，男孩子也是啊。对啊，但是马上实现，现在肯定是找房子高峰期。青年公寓的话，这要看你们是哪种类型青年公寓。现在因为现在有一种青年公寓是那种，像是一个社区的那种，就他们有专门的人管理，他们有管理人员的进出的那种青年公寓。如果是那种的话，其实安全系数还是有可以的，可以选择。但是电费的话，我不是很清楚那种青年公寓是多少。那种社区有管理的话就是可以的，但是就是不要说是去住外面。就比如说我这次在成都，我回成都的时候跟我妈住的那个民宿，它是那种老小区的公寓，就是楼下其实就是商场，楼下是商场，然后楼里还有写字楼、办公楼的那种，就根本就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就是它就是一栋楼，然后里面没有什么人管理，谁都能进出，谁都可以的那种。你如果是那种有管理的像社区那样的公寓的话是可以的，真的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有住过，我在什么时候，我在上海去看，之前去上海看木木的演唱会的时候住过那种类型的公寓。因为我朋友也给我推荐那个公寓，就是有朋友他们也住那个公寓嘛，然后他们也是像社区一样，就是楼下有社区专门做的，就那个公寓专门做的健身房啊，还有就是大家交流喝茶的地方那种，独栋，一般是那种独立管理、独栋管理的那种，就是安全系数是可以的。对，安全最重要。所以大家，而且大家这段时间就是毕业生嘛，出来租房子的时候，一定要多长一些心眼。你就大家看看那些租房漏洞啊什么什么的，还有自己的合同漏洞啊，反正。就是可能真的就会有房东会去坑那些刚出来找工作的那些大学生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多长一些心眼。虽然我自己没有租过房子，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听过很多了。我没有什么经验，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因为就是这方面的新闻也是上过不少了，说实话。我对于一个喜欢看热搜、喜欢看新闻的人来说，这些东西看多了也是懂。对，中介也会坑你，中介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如果你们应该看不着，我特别喜欢看日本的一些公寓。日本公寓的话，那边都是相当安全的了。我喜欢看日本那些公寓的房子，就看他们房间的构造，看他们房间布局格局到底是怎么样的，我特别喜欢看，特别有意思。但有个中介很坑的，但是有的时候你找不到房，还是不得不去找中介。你喜欢看？对，但是日本公寓设计其实总的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套路，但它就是挺好的感觉。认真的嘎嘎吗？我看了 cut， 但是没有看所有。听说自己去找小区保安问问啊，这个啊我不知道，日本都榻榻米吗？不一定吧，人家可能也会有放床什么的。咦，什么土味情话，比我还土，这位朋友。里面有私发传闻啊，你是说王子甲吗？我知道，之前有见过他，他好可爱的。对，我需要大型收纳。而且他之前不是做过我们总选的主持人吗？还有我们有，我见过他，我当然见过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不是那个什么什么梦想什么什么演播厅还是什么的那个，他也是主持人啊。我记得他是主持人，而且之前私下也有见过啊。25了，好了，我要准备关直播啦，大家拜拜，晚安，大家晚安。